Konnichiwa， 大家好。好多时嚟到日本旅行，相信大家都会去帮衬翻一两餐回转寿司。尤其我哋系住喺日本嘅，回转寿司更加成日帮衬，平平地又快手搞掂一餐啊！今日同大家去嘅就系全国有超过500间分店嘅蛤蟆寿司，格局咧都系同其他回转寿司差唔多。不过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餐具是放在它的台中间这个暗格里面的。其实呢，我就觉得这样的卫生程度就差一点了，因为很多时候很难控制会不会有些污糟东西在台面跌下去。不过相信经过最近的回转寿司恶搞事件之后，这间寿司店很快都会收买这些餐具和调味料的。還聽到有消息指話3月起就會在回轉壽司帶上面安裝 AI 閉路電視，監察食客的一舉一動有沒有異樣行為啊。這裡落單都是用平板電腦，壽司選擇都非常豐富，而且價錢也都很優惠，也都是標榜很多100N 的壽司。通常啊，我們兩個吃到好飽好飽都是100多元港幣買單的。寿司的种类大约有80多款，还有连埋饮品的寿司套餐，另外还有不同的甜品供应，都是10多元港币一件蛋糕。而熟食方面呢，亦都有炸物、天妇罗和拉面都有啊。点好寿司之后呢，就会透过输送带送到去你张台度啦。我哋一齐嚟睇下呢间回转寿司嘅质素先。其实回转寿司嚟讲咧，佢都系同其他两间回转寿司嘅质素相若。不过咧，呢一间感觉寿司饭咧就比较松散少少，但刺身嘅新鲜程度咧都有翻咁上下保证。始终佢人流都咁畅旺，食物流转速度都好快。我觉得回转寿司其实即是日式的快餐店，不要要求摆盘有几靓，又或者怎样去装饰一盘寿司，只要刺身是新鲜的，寿司醋合自己的口味，我就觉得已经足够了。这个寿司品牌香港人就很少会提到，不过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日本旅行，想吃下回转寿司就不妨试下啦。至于详细的分店资料，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那里给大家参考的。而当中这个松叶蟹膏寿司呢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了，无腥味，鲜味浓厚，每次去都说我都要吃2-3碟啊。有时想吃一些热东西都会叫这个圆条的炸鱼，
百零 N 细细条，叫做新鲜即炸起，点沙律酱食啊，感觉都唔错噶。多谢大家收看今集嘅内容啊，再见。